你可以通过语音指令输入目的地，令导航系统开始路径指引。你可以使用兴趣点类别搜寻目的地，或者直接讲出目的地的地址。先按太云上面的语音指令按键，或者讲出你好 BMW， 启动 BMW 智慧型语音助理。你好，我可以提供啲咩帮助？然后你就可以讲出兴趣点类别。我想去停车场。需要我选哪个停车场的子类别？室内停车场。我现在加载清单。这个项目序号是几多？四号。好的，我已选定愉景新城停车场。需要我开始路径指引吗？是。开始指引。如果想直接输入地址，你需要按顺序讲出区名、街道名和门牌号码。导航去湾仔区告示打到108号。好的，我已选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岛湾仔区告示打到108号。需要我开始路径指引吗？是。我已开始路径指引。如果你已经预先设定了住家地址和办公室地址，你亦都可以指示导航系统指引你到该目的地。翻屋企。太好啦，家里是最好的。需要我开始路径指引吗？是。我已开始路径指引。去公司。明白。开到办公室，需要我开始路径指引吗？是。我已开始路径指引。当路径指引开始后，你可以查询抵达目的地的剩余路程。仲有几远才会抵达目的地？我们的剩余驾驶距离为15000米。如果已经没需要导航系统继续指引，你可以指示系统结束指引。结束路径指引。我已结束路径指引。